现在大概是早上9点多，天还不是很亮。今天要去赫尔辛基书展，因为刚开学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这些新生有拿到他的，就是可以单次进入的一张票，所以就跟同学约好，今天去看一下赫尔辛基书展到底在做什么。啊，因为他是10点开始嘛，所以我们就直接约10点过去。然后昨天晚上我在查就是要几点出门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原来跟上学的时间差不多。总之，因为现在白天慢慢变短了嘛，所以天都亮得很晚，也大概8点吧，8点左右，就会觉得起床的动力非常的薄弱。不过现在我已经差不多准备要出门了。Katoaa, Arttu, Kirttu ja Aave, ja te siirrytte tämän.